可以，接下来我们进入最后一个部分。那前面两个部分我们已经用了80分钟了，我希望可以剩下20分钟可以做完剩下的 A 到 G 啊，哇，填选题 A 到 G 有7题哦，那等于每题3分钟不到。但是我一边说一边写啊，就比较慢嘛，所以也没有办法。那我们回到这里，那 A 这一题，哦，某机器猫从竖线上面原点的位置。朝竖线的正向移动，其移动的方式如下：8秒为一个周期，然后一个周期先以4个单位6秒移动，就等于说会移动24个单位，移动24个单位，然后休息2秒。也就是说，如果啊，它就是移超过24单位的话，那就需要花8秒的时间。其实这个问题都非常简单了，就像那种什么青蛙爬井啊，什么每天可能爬3米，然后又滑下来1米，那就问你需要花多少天才能爬到顶那种，就是最后就会继续要把它分开的。那如此下去，机器猫会在几秒到达116这个位置，所以你先要把116啊。除以24，116除以24，那就会等于24乘以4，加上这个啊，这个就是96嘛，96再加20就是116，就是加20。所以啊，前面24乘以4就需要花8秒乘以4，所以时间就等于8秒乘以4。再加上这个20啊，它就需要花那个前面那5秒，所以就是加5，所以答案就是37秒，就那么简单的啊，所以就是小学生都会算的这一题。OK，那到第二题，那在坐标的空间中有两个直线，两条直线跟一个平面，直线 L1 是这个方程，L2 是这个参数式。然后 LE 落在一的上面，就是在上面了。然后 LE 跟一不相交哦。然后问一的方程是什么？那正常啊，就是平面的方程就应该是，比如说 x 加ay 加 bz 等于 c，像这样的。那我们很快就可以观察到啊，因为这个 LE 啊，在这个面上面。而这个 LE 啊，就是000，就是它会通过原点的，因为你带000进去就满足嘛，它没有那种 x 加一除以二这种项，所以它没有这种项，没有那个常数项的话，就表示说这个线是通过原点的，x、y、z 都是那样，通过原点，也就是说 LE 在一上面，LE 通过原点，所以一也通过原点。也就是说，x 000会满足这个式子，也就是说右手边它不能有常数项，这个是零。OK，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比如说这个等于 r，你也可以把它弄成一个参数式，也就是说 x 会等于2 r，y 等于-3 r，然后 z 等于-5 r。然后带进去这里，那你就会发现说它是2 r，不是，减去3个 a r，然后减去5个 b r，然后我们假设说 r 不等于零呢，因为 r 任何数都可以，当然它有可能是零，但是我们先假设说它不是零的话，那 r 就可以约掉。那剩下来的话就会变成是约掉那个 r 约掉，那就变成是一个方程是3a 加 5b 等于2就有这个方程然后另外一个的话，我们也可以把这一个参数式带进去，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，因为 L2 不在它上面。因为 L2 不在它上面，所以啊，我们带进去的时候就要做一些别的事情，
那我们呢 ，x 加 ay 加 bz 就是这个平面的左边，那我们把这个参数式带进去，那我们就会有 x 等于一哦，然后加 a 乘以 y，a 乘以一加二 t，然后加 b 乘以一加三 t。OK，那我们就做一些化简的动作，那它就会等于一加上 a 加上 b 啊，这个是跟 t 无关的项，是这样的。那剩下来的就会跟那个 t 有关，跟 t 有关。那我们就把这个整合起来，它就是2a 加 3b 乘以 t 等于，我们不希望它等于零啊。我们不希望它等于零啊，因为如果等于零的话，就代表说它某个点就会在那个上，就会在那个平面上面，所以它应该不等于零，不等于零。那如果这个数不等于零的话，那你总可能找到一个 t 啊，是让这一个式子左边等于零啊。也就是说，反过来说，我们就希望这个 2a 加 3b 等于零。所以我们就有另外一个式子是 2a 加 3b 等于零，等于零，这样。那 2a 加 3b 等于零的话，2a 加 3b 等于零，对的话，那我们就解这个联立方程嘛。解这个联立方程的话，我们比如说可以乘以二，就第一个乘以二就会变成 6a 加10b。等于是，然后第二个乘以三啊，这个乘以二，这个乘以三，那它就变成6a 加 9b 等于零啊，所以减一减之后，b 就等于四，然后 a 就会等于什么了？a 就会等于let me see see，a 就是这个是三乘以四12，然后除。移到右手边就负十二除以二就是变成负六，所以答案是所以变成说这个式子就会变成 x 减六 y 加4b 等于零，但我们也可以确定一下了，一加 a 加 b 是不是真的不等于零嘛？因 为万一这个等于零啊，那就没有解嘛。那当然，你可以简单的验算一下，就是一减六加四，它等于负一啦，所以没事，所以它真的是不等于零的，所以最后的答案16是六因为这里已经有一个负号，然后17是四，然后18是零这三个数，640三个数，然后接下来C 的话。这一题啊，从一到九九个数里面取出三个相异的数，每个数取出的几率皆相等，然后三个数的乘积是一个完全平方数的几率是什么？那当然你看的答案的话，你总会找到正确答案。但是问题是现在时间有限了，那怎么样去找出又快又不漏的话，其实是一个蛮怎么说我也不知道怎么说，就是蛮困难的一个事情了。那反正说我们先把那个几率先写出来吧。那总共的数目就是从九个数取三个，然后它的排列也计算在内。所以我们先算那个这个 p 啊。它就是分母是九阶乘除以三阶乘，就是九个数取三个数的排列啊，不是三阶乘，六阶乘才对，六阶乘。然后分子的话，我们要知道三个数乘起来是完全平方数，然后就表示说，因为乘法是一个可以交换的，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有三个数，它乘起来是完全平方，它的任意的排列，它的三阶乘总排列，也就是六种排列都是完全平方数，所以我们需要找出有多少组是完全平方数的数组，
然后乘以三阶乘，哦，就是我们的答案。也就是说，分母就会变成九乘八乘以七，分母就会变成三乘以二乘以这个正方形。啊，那我们就找这个正方形了。那怎么样找比较不会漏呢？那我们先把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写出来，然后啊，我们做一个动作，可以减低我们犯错的机会，就是我们把它写成直因数分解，一就是一，二就是二，三就是三，四就是二平方，五就是五，六就是六，七就是啊，六不是六不是六，六是二乘以三，六是二乘以三，然后七是七。八是二的立方，九是三的平方。OK，然后我们观察这一行的话，我们可以发现啊，五只出现过一次，也就是说，因为它不能够重复选，所以的话，不能够出现五的平方，也就是不能出现五，所以我们把五去掉哦，很开心。同理啊，七也是一样，七也不能出现，所以我们剩下一二三四五七个数啊，很开心。那接下来的话，我们怎么样去做下去呢？就比如说，现在的话，我们也可以观察，现在只剩下除了一之外啊，只有二跟三，二跟三这些子因子。那我们看到啊，三出现过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，这里九出现两个嘛。那有没有可能出现是三的四次方呢？那等于说我们就需要找三乘以六乘以九。那结果不是啊，多了一个二出来，所以三乘以六乘以九不能够，同时出现，那就只能够最多就是三的平方嘛。那如果是三的平方的话，就代表说，要不然就九，要不然就三跟六一起出现，它不能够三跟六一定要一起出现，因为它有一个三，它有一个三，所以三跟六一起出现。九的话也只能自己出现，不能够跟三跟六一起出现。那如果是九的话，就表示说不能是三六，那剩下的就是一二四八，一二四八，也就是一二的一次、二的两次、二的三次。那他们就是等于说二的零次、二的一次、二的二次、二的三次。那九本身就是一个完全平方，所以剩下两个数的乘积也应该是完全平方。所以，我们只能够把二的偶数次方配对奇数次方配对，因为奇数加偶数就会变成奇数，它就不是完全平方，所以就只能够一四九跟二八九这两个，如果有九出现的话，那九出现的话就只有这两种可能。那也就是说，我们讨论完九，那我们就可以把九拿掉了。好，那剩下的话。有三出现的话，那只能够三跟六一起出现，三跟六一起出现。那三跟六一起出现的话，它已经是三的平方哦，那就是等于三的平方乘以二，那就需要一个二的奇数次方。那剩下那个数要二的奇数次方的话，要不然就八，要不然就二，所以就有二三六跟三六八。那我们就探讨完有三跟六的情况，那三跟六就可以去掉，那最后就剩下来一二四八这四个数。那如果有怎么说？如果有一出现的话，如果有一出现的话，剩下两个数乘起来是完全平方，那就只能够是一二八了，一二八，一二八不能够有四嘛，四完全平方，但是二跟八都不是。所以，一也去掉，那最后剩下二四八也是，所以就会有二四八刚好是所以就总共有一二三四五六种情形，所以这个是六，这个是六，所以是答案的话就是这个三跟三约掉，三跟六约剩下二跟二这个八约，就所以答案就是14/1。所以这个是19/1，20/1，然后21/4，OK，OK，我们花了15分钟了 ，OK，然后第四题哦，第四题看起来很难，但是其实是非常简单的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，这边是说伽马是一个边长为4的正方形，它的中心位置在一，然后它的各边与
坐标轴平行，也就是说它在这个坐标轴上面，一是中心，所以它是从-1、-1这个点，然后到33这个点啊，33这个点，所以这个点是-13，这个点是-3、-1啊，这四个点，这个正方形。然后他说，与这个函数，这个是一个指数函数，这个 a 我们要决定。然后他说，这个函数啊，跟伽马相交，跟这个正方形相交。然后 a 是一个实数，他问 a 的最大可能范围是什么？那我们首先就要知道啊，指数函数它的比如说我们先不管那个坐标轴是什么，比如说我们有一个 y 等于k 的 x 次方啊，我们假设 k 是一个大于0的数，现在是2嘛，可能是大于0，那指数函数啊就是一个像这样的一个函数。那如果前面或者是比如说 k 大一点的话，它就往上。就是往上的速度会快一些，往下的话就会，对，就是会快一些。那如果我们乘以一个 k 的话，它就会这样上去。然后乘以一个 k 是小于一的话，它会这样下来。如果乘以一个负数的话，它就会这样。所以原则上，它要跟那个正方形相交的话，它一定它最最最。最最远的可能性啊，就是切到左上角跟切到左下角，那就是说我们把这个点带进去，我们就知道一个 a 的最大值啊，因为这个是 a 大的，这边是 a 小的，甚至往负的走，所以我们把-13带进去，-13带进去这个。它就会是3等于 a 乘以2的负一次方，那2的负一次方就是二分之一嘛，所以这个 a 就等于6，a 就等于6。然后我们把-1、-1这个点带进去，它就会变成是-1等于 a 乘以2的负一次方，所以这个二分之一嘛，所以 a 就等于-2。所以一定要在这两个中间嘛，所以也就是说，哦，我把这个擦掉，我这个擦掉，所以啊，这个就是-26，那也就是说，这个22是负，然后23是2，然后24是6，这三个答案。OK，那 E，这题也不难呢。这一题就是说，49开根号，开立方的100次方写成这个形式，然后 a 是1到10之中间，n 是一个整数，然后问呢 a 的整数部分是什么，还有 n 是什么？那我们首先就把49就是7的平方嘛，所以这个。49开立方的100次方，它就应该等于啊7的3/2次方的100次方，也就是7的200次方除以3啊，这个是7了。然后我们要转这一种的话，我们就只能够比如说取个10为底的对数，那我们取 log 7。哦，3的200次方就会等于啊3/200，log 7，那后面呢就会有这个 log 7等于什么？哦，log 7等于0.8451啊，就0.8451，0.8451哦，这样，那所以乘以200之后，它就变成84.51啊，然后就乘以二，乘以二之后，它就会等于这个是二，这个是零进一，然后这个是九，然后这个是8/16，OK，然后再除以三，169.02除以三啊，除以三的话，这个是5啊，
15, 16, 17, 18, 19, 20, 21, 22, 23, 24, 25, 26, 27, 28，29，30，31，32，33，34，35，36，37，38，39，40，41，42，43，44，45，46，47，48，49，50，51，52，53，54，55，56，57，58，59，60，61，62，63，64，65，66，67，68，69，70，71，72，73，74，75，76，77，78，79，80，81，82，83，84，85，86，87，88，89，90，91，92，93，94，95，96，97，98，100，101，102，103，104，105，106，107，108，109，120，121，122，123，124，125，126，127，128，129，130，131，132，134，145，146，147，148，159，160，161，162，163，164，165，166，167，168，169，180，181，182，183，184，185，186，187，188，189，190，191，192，193，194，195，196，197，198，201，202，203，194，195，196，197，198，201，182，183，194，195，196，197，198，19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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，
56.34，56.34，56.34。那我们哦，因为这个啊，这个数啊，要等于 log 这个数啊。那 log 哎呀 ，sorry， 把这个擦掉啊、哦。那 log 这个数 log a 加log a 乘以10的 n 次方的话，就会等于 log a 加上 n。啊，因为10为底的 log 嘛，所以就剩下 n， 所以这个就是整数部分，这个就是小数部分，所以 n 呢 ，n 就会等于56，然后啊 a 呀、啊、a 我们就看一看啊 ，a 就是这里小数部分就是等于56加上 0.34， 那我们看看后面嘛 ，log 2是 0.30。所以这个0.34比那个0.30大，然后比这个 log 3来的小， log 3是0.4771。所以啊，这个就是等于 a 就会应该等于2点几啦，也就是整数部分呢应该是 2， 所以25的话，25的话是 m 是 a 的整数部分，就是MA 的整数部分就是 2， 然后26 27就是56，所以是56 OK 56哦，已经20分钟了，那没关系，我们很快把它做完。那还有这一题啊，机器人在地面上从一点 P 出发，然后依照下面的规则移动。它就是往前走，左转45度，往前走，转右转90度，然后左转45度，然后反正是左45，右90，然后每一次都走1公尺，然后他说一路重复下去之后，它就会形成一个封闭的区域，然后问那个面积是什么，那我们也可以把它那个图形啊继续延伸下去，它就大概会长这个样子吧。希望没有画得太就画得很不好，画得很不好。它应该会像这样，然后这样，这样，这样，这样。然后这样哦，画的不是特别好，但是也还好。那反正每一个都是1公尺啊，所以这里是根号二。那所以我们要算这个的话，哦，这里都是一一一一一，那我们可以这么算呢？可以这么算，这个是一个正方形，正方形的边长是。一加根号二加一，那这个正方形的面积的平，就是这个数的平方，然后剩下来就会有几个小的三角形，这个三角形，这个三角形，拼起来就是一个正方形，它的边长是一，这个也是一样，这两个拼起来，所以它的面积是二。所以啊，我们只需要算这一个啊，这一个二加根号二的平方加二，也就是这个是4加4乘以根号二加二再加二，所以这个是4加2加2等于8加4根号二，也就是说28是八，29是四，30是二，OK。一二三，哦，最后一题啊，最后一题。那最后一题的话，这里有一个比较有趣的方法啦，但是，我们先来看看题目啊，有一个四面体，知道这几个边是都是四根号六，然后知道 BD 跟 CD 都是八，然后知道 cosine 这个，然后啊，折点啊，第一道 ABC 的距离为什么？
那我看到后面有一个是角锥体的体积啊，三分之底面积乘以高，也许会用得上，因为这个 D 到 ABC 的距离就是高嘛。但实际上我觉得我不用这个方法了。就那我用什么方法呢？我先把 D 不管啊，先把 D 不管。我们先来画一下那个 ABC 啊，ABC，我们知道 AB 跟 AC 啊，AB 跟 AC。ABC 啊，ABC，ABE 跟 AC 都是四根号六，四根号六。然后我们知道这个角 BAC 啊，这个角的 cosine 是三分之一，所以我们可以用余弦定理知道 BC 是什么，也就是我们可以有四根号六的平方加四根号六的平方。减去 BC 的平方除以两倍的四根号六，乘以四根号六，就是四根号六的平方等于 cosine 的 BAC，也就是三分之一。那这个四根号六的平方啊，是九十六啊，是九十六，这个是九十六，所以它就会变成九十六加九十六减去 BC 的平方等于，这个是九十六。除以三就是32，再乘以二的话是64。OK，那 BC 的话就是96加96减64，那 BC 的平方就是128，也就是说 BC 是64乘以二嘛，64乘以二就是八根号二，所以这个是八根号二。OK，八根号二。好的，那我们知道 A、B、C 啊，那我们还要管那个 D 到底是在哪里啊？在哪里？那我们呢可以啊这么定义一个坐标轴啊，这个坐标轴长这样啊，这个是 X 轴，这个是 Y 轴，这个是 Y 轴啊，这个是 Y 轴，所以 A 点的坐标在这里，然后 B 点。在这里，它是八根号二嘛，所以这个点是零啊，四根号二，C 啊就是零负四根号二。那 A 点应该在哪里呢？A 点的话，我们可以简单的计算一下，因为这个是四根号二，所以我们可以算用毕氏定理，可以把这个 AH。算出来啊，AX 算出来，那 AH 啊就应该等于啊这个四根号六的平方减去四根号二的平方再开根号，那它就是九十六减去16乘以二32，也就是64，它就是开根号就是八，所以这个是八，A 的坐标就是负八零啊，负八零。那我们知道啊，BD 等于 CD 啊，BD 等于 CD，那 D 就在某一个空间，它就有一个 Z 的坐标，我们不知道 Z 的坐标是多少，但是啊，因为 BD 啊等于 CD 等于八，所以啊，D 的坐标啊一定啊 Y 坐标是等于零的，X 坐标我不知道，Z 坐标。也不知道，我假设说在z 大于零嘛，因为反正两边对称，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啊，可以用比如说 BD 啊，BD 等于八啊，BD 等于八，BD 等于八这个条件，那我们就可以算 BD 啊，BD 就等于这个但这里的 z 坐标是零嘛，所以它的长度啊就是等于 x 平方加四根号二的平方，16乘以二，32加 z 的平方，这个会等于应该平方了，那这个会等于八的平方，等于64，也就是说 x 平方加 z 平方等于32。那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条件是 AD 等于四根号六，
那 AD 的平方就会等于 A 是800嘛，负800嘛，所以啊，这个就是 x 加8的平方，然后加0的平方就是0，然后再加 z 平方等于4根号6的平方嘛，所以是96，OK。所以，我们把这个跟这个相减的话，我们就会有 x 平方加16x 加64，加 z 平方，z 平方跟 z 平方就会抵消掉，减 x 平方，那这个跟这个会抵消掉，那右手边就是96减32就是64，所以64跟64约掉，剩下来 x 等于零，哦，x 等于零。那 x 等于零的话，那我们带回去这里，x 平方加 z 平方等于32，x 等于零，所以 z 平方就等于32，也就是说 z 等于32的开根号，也就是16乘以2嘛，16乘以2就是4根号2。哦，结束，31的答案是，然后32是2。OK，所以我们解答就到这里。我们再见，拜拜。